That one too. Hello，NBA 嘅時間啦，咁啊，你見到阿 史坦咧，逢星期六日咧，而家夜晚咧都會偷打下機啊，同埋 NBA 嚟啊，因為我哋 NBA 2K19 咧，史坦咧已經宣布咗咧，就係自己挑戰自己，完成自我，李小龍咁樣完成自我嘅中心。Hello， 咁啊，史坦咧就宣布咗就想挑戰咧呢個即係叫做第一中鋒嘅地位啦。咁啊，即係積極咁樣加強呢個練波係啦。咁啊，基本上都等於當日赤木咁樣噶啦，係啦，即係有隊友又係咁打，冇隊友都係咁打係啦。咁啊，睇下我可唔可以即係史坦可唔可以喺呢個 NBA 2K 咧一個出色嘅中鋒咧打出個名堂啦。OK，咁啊，呢星期六日啦都有見到有史坦即係開。 開直播打啦，咁啊嗱，to be fair 先，直播係有影響連線嘅，不過咧對於我嚟講咧影響就唔係叫太大，即係冇致命嘅影響，因為咧坦白講開咗直播打咧個連線質素咧有影響，但係咧都唔夠佢自己 server 冧檔或者夠唔夠佢自己 server 匿機咁誇張，因為咧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呢個少少嘅 delay 或者呢個少少嘅叫做。 因為開直播而有少少 delay 樣嘢咧係可以接受範圍之外，咁但係一樣嘢啦，而家咧赤木咧就好似當日喺雙北咁樣，係啊，要捱幾耐先會有流川、有三井、有宮城同有櫻木咧，係啦，咁啊真係要睇下個天幾時俾 Jordan 啦，幾時俾柏賓啊、Jordan一樣啦，咁啊仍然繼續練波，咁我哋身邊咧有好多新嘅巴打加入啦，咁啊史坦咧亦都係一盡地主之誼嘅，咁啊通常都會同啲新巴打玩嘅，係啦，咁啊亦都唔係話即係淨係同高分嘅玩，咁我哋星期六咧就同咗個77嘅玩啦。
咁啊，琴日又同咗八十幾嘅玩啊，即係八十七啊、八十六咁樣，其實即係純粹貨分嘅。咁但係一句説話啦，想打得好，落場就想贏。OK， 如果純粹話體驗人生嘅話咧，咁就咁就可以自行去打下主線啊，或者自己入佐敦玩下先啊。OK， 好唔好？好 ，Hello。咁啊，好咁啊，今日 NBA 2K 嘅時間就唔打機啦，因為上個星期試咗。咁今日咧就回歸翻少少嘅賽事啦。咁啊，嗱咩叫賽事呢？就係講緊當然係今個星期發生嘅事啦，係咪？咁亦都有幾場好波，有幾場唔好波啊，亦都有好多所謂爆冷嘅賽果啦。咁但係嗰啲爆冷咧，又可能係大家預期之內嘅賽果啊。咁亦都今個星期亦都多花生啦。咁啊，但係嗰啲花生咧，偏向好嘅花生啦。咁我哋逐單講係啦。咁啊，嗱今日咧。又會俾多少少時間咧喺啲文書處理工作嘅。咩叫文書處理工作呢？就係講緊即係講翻啲可能 paper 上嘅嘢。咁啊，喂，而家每個球隊預備緊啲乜嘢啊？嚟緊會有啲咩啊？嗰啲咧就可能會有多少少嘅文書嘅分享，同埋一啲資料性嘅分享。咁啊，希望大家喜歡啦。OK， 教主會屌走人係啊，會啊，會啊，唔係。而家都好少屌㗎啦，即係直唔直播都好少屌，我都直情唔出聲嗰啲，係咁啊，打得好咪好咯，打得唔好咪唔好咯，咁啊。但係有啲波，譬如話有時，尤其是夾啲新巴打咧，咁通常我都有啲建議嘅，係啦，咁啊，不如咁樣咁啦，咁啊咁咁啦，不如咁咁咁啦，咁啊，咁啊，純粹建議啫，即係想打好啲，咁啊，亦都唔一定跟我個方法嘅，因為我都係打中鋒啫嘛，係咪？咁啊，你有你個方法，咁啊唔緊要嘅，夾到咪得咯，好冇？好啦，嚟啊，吳王同球哥一齊三雙。OK， 好啦，嗱，咁啊，今個星期咧就其實啱啱有單新鮮嘢嘅，咁留翻 Ebo Live 講啦，咁就係你個歐聯就出咗抽籤結果啦，係咪咁啊？咁啊，依家留翻 Ebo Live 慢慢講啦。嗱，而家咧，而家我哋個聯賽咧好搞笑，嗱，即係有陣時咧，你真係唔好唔信邪，有陣時咧，我哋叫做咧，好似當日李斯特城攞冠軍咁樣咧，即係你唔好唔信邪，你有陣時你眯埋眼買落去咧，即係咁你啊贏噶啦。OK， 係真心。好啦，我哋睇睇我哋而家個排行榜先。嗱，你估都估唔到啊！而家聯盟去到三十場啦，你估唔到係丹佛金塊而家係坐緊第二啊！真係犀利。嗱，呢一隊波我哋講咗基本上有三個星期定係四個星期，即係講過一個月前已經講。喂，呢壇嘢喂打得幾好喎、啊？呢班年青人，唔好話年青人啦，即係呢班當日認為嘅烏合之眾，即係呢度又俾人掹走一個。嗰度又俾人扯走一件，跟住咧呢邊就焗，所以呢邊咧係籤下籤。誒唔係喎，丹佛金塊打得幾好喎而家。嗱，我哋睇睇嗰個聯盟而家個情況先。我係赤木嚟嘅 ，OK， 而家等緊櫻木。OK， 嗱，而家我話俾你聽，聯盟第一嗱，我依個係聯盟表嚟嘅，咁我哋就唔分東岸同西岸啦。嗱，咁你仍然係我哋嘅，雖然啱啱輸波，即係我叫做速龍啱啱輸波，咁但係你都仍然係二十三勝九負咧，坐守呢個聯盟嘅第一啦。咁啊，跟住就丹佛金塊 ，OK， 二十勝九負，跟住公鹿十九勝九負，跟住勇士二十勝十負，印第安納流馬二十勝十負，七十六人二十勝十一負。跟住 OKC 十八勝十負，跟住波士頓塞特人咁啊 ，LA Lakers 咁啊打翻上嚟啦。咁你見到啦，咁我哋再數落去，去到大概第十六名咧，係啦，咁啊去到第，冇嘅 ，OK， 去到聯盟嘅數落去咁就會係 B 巴啦 ，B 巴呢啲啦 ，OK， 無私交易先睇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新聞可以同大家分享 ，OK 嗱，但係我係真係估唔到，係認真，有少少刮目相看，你估唔到 Nuggets 啊！真係打得比預期之中要漂亮同厲害啊 ！OK， 嗱，咁我哋睇睇啱啱完成咗個賽事啦。嗱，今個星期咧有好多叫做得意啦，咁啊，即係唔好話得唔得意啦。OK， 咁啊，九十五比八十六咧就完勝咗我哋嘅速龍，係啦。嗱，今場咧雖然都咬得好緊嘅，但係最後咧就係當然係我哋嘅Nikola 就我哋嘅有好搞笑喎，知唔知有個訪問咧？大家如果有睇到錯訪問咧，佢阿 Nikola 咧之前對 OKC 嘛，咁咧唔係金塊之前對 OKC， 咁跟住同 Stephen Adams 即係因為打中鋒嘅關係，大家互拼啊互整啦 ，OK 咩夾埋櫻木係流川冇錯。OK， 跟住咧，訪問咧問阿水行俠嘅時候，喂，做乜近排
因為近排手軟腳軟啦，係咪？因為條套電影上啦，或者係咪最近跑緊宣傳，所以唔係好集中精神打波啊咁樣？喺度問阿 Stephen Adams 啦，即係問阿水行俠啦，係啦。咁水行俠咧，佢就問，因為對位咧，Adams 咧就對到阿 Nikola， 咁跟住就問佢。話 Stephen Adams， 你頭先咧，你對位上面對住啊，對住 Nikola 咁樣，喂點啊？覺得呢個明即係叫報道上面，哇呢、這個中鋒啊，明日之星啊咁樣，唔係明日之星啦、啊，即係而家 on the way 上去叫頂級中鋒嘅路嘅其中一位人選點睇啊？跟住 Stephen Adams 咧就冇答，靜咗，係啦。跟住啲人開頭咧，即係啲記者以為係咩呢？以為佢咧唔識答啦，又或者睇唔起佢啦。但你知啊，水行俠好好人噶嘛 ，Aquaman 佢點會串人啦？係咪先？佢俾人踢爆彈彈，佢都企喺度佛定如山咁樣。咁咧原來係咩呢？原來個記者問佢嘅時候咧，佢係講佢前面個名字，即係 Nikola。咁因為正常好似啲人都嗌我可能史坦或者嗌我英文名 Lewis， 咁好少話阿梁生咁樣噶嘛，係咪？咁於是咧佢就一言驚醒夢中人，原來咧阿水行俠咧唔知道原來 Nikola 咧係講緊 Zoic， 跟住嗰啲人咧就話喂，即刻講翻喂 Zoic 咁樣，Zoic， what the fuck， 我唔知佢姓乜噶大佬，你講後邊個名啦，撲街仔，等我做記者啊咁樣喺度趌佢。係啦，咁跟住當然佢都有大讚 Nikola 呢個攀上去叫做頂級中鋒之路嘅其中一位嘅候選人啦，咁啊有大讚佢啲即係腳下功夫啊，即係 posing 啊、籃板啊各方面喺即係喺 key post A B 位嘅一啲嘅統治能力啦，都有大讚佢。嗱，咁啊今場啦，亦都不負眾望啦，咁啊喺對上呢個速龍嘅上面咧，佢發揮咗好關鍵嘅進攻作用，係啦，嗱。其實有睇星期六日我因為星期六日嘅直播就好撚長嘅，因為我一打就打幾場咁兩三個鐘，咁有時星期六日又講到都係嗰老生常談問題啦。咁啊，我點解而家全部啲人都射三分嘅？點解冇咗以前啲嘢？咁我就分享咗一個觀點，就係話而家射三分點解咁多人吹捧呢？就當然係因為阿 Curry 嘅風潮啦，帶得起啦，係咪先？咁跟住另外咧就係講緊個效率啦。因為去到他哋咁頂班嘅球會或者 NBA 呢啲咁頂級嘅聯賽咧，其實當中有好多運動科學家嘅，佢會點？佢會幫你去計算好多咩叫做有謂，咩叫無謂嘅嘢。咁經歷過十年嘅計算，你又知道其實好多科學家或者好多運動科學咧，其實一致係認為咧射三分咧個效率係好啲嘅。OK， 咁所以你明白一樣嘢，當運動科學去統治緊嗰樣嘅運動嘅時候咧，其實會有好多因為 efficiency 或者叫做功率或者叫效率性嘅嘢咧，會進行咗一個跨世代嘅改變嘅。嗱，簡單啲講就係話，我要揾翻一個以前 Barkley 咁大隻撞落去，撞到周身傷曬，隨時又受傷又斷手，又俾人打兩巴，跟住又打交暫停咁樣。咁倒不如咧，就同一樣嘅嘢出去射三分咧，個效率好好。OK， 咁所以當你運動科學去即係喺個已發展嘅運動上面去推崇嘅時候咧，其實啲教練啊、戰術啊、團隊啊配合埋嗰啲球員嘅進步咧，佢哋永遠會揾一個最高效率嘅方式去進行佢嘅戰術嘅，係啦。咁所以史坦喺星期六日個直播講到明啦。就是你而家再冇一個人係可以改變到小球戰術嘅啦，除非突然間有一個人好似再世奧拉祖雲咁樣喺橫空喺呢個時代出世，當小球戰術認為係最高效率嘅情況之下，佢無啦啦出現個反再世奧拉祖雲 ，OK 一俾波佢就入波，一俾波佢就入波，改變翻內線嘅生態。因為呢個是一個連動的系統嚟嘅，譬如話，當你有一個奧拉祖雲勁到咁撚樣嘅，咁於是咧你就要著重翻個防守，於是咧就開始要揾翻相關嘅人咧去對抗，咁跟住開始揾翻相關人去對抗嘅時候咧，咁變相就成個聯盟咧就開始多咗有實力嘅或者叫做重點培訓中鋒，咁於是就慢慢再改變翻成個 NBA 嘅球速嘅方向嘅。但是你沒有一個橫空出世的人，這樣的話其實小球戰術大家悶都沒辦法的了，是不是？還有
NBA 而家嘅制度就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係越嚟越收緊對呢個球員嘅碰撞嘅許可性嘅，即係簡單啲講，保護球員為主嘅。OK， 咁你話你點樣可能會做得翻以前咁多對抗性，或者哇啲關鍵時候兩大中鋒對壘嗰種咧？冇噶啦，冇噶啦。所以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咁大家忍下咯。呢五至十年咧都係小球噶啦，真係小球噶啦。OK， 好啦。你啦，嗱咁啊贏咗啦，咁雖然啊小可愛都 carry 嘅，都 carry， 但可惜就係整體發揮就 Nuggets 就打得好啲啦，同埋大力啲啦，係咪先？啲人活力高啲啊，自由走動之外三分而走甩好多 ，OK， 兩分區唔係而家係好簡單嘅啫，禁區得分都係高下，唔係 Andy， 當你個球隊你有一個好似Curry、K. Thompson 呢啲。你就明白乜點解佢會放棄中鋒都會贏波，就係、是、當你嗰個講緊你個效率，大家都要傳五球去入波，我每一球我都入多你一分，呢、這個咪效率咯，係啊，呢、這個就效率咯，係啊，冇錯，你禁區得好高效率啦，你覺得個風險高唔高？風險好高，風險好高，真心。風險好高係包括埋球員受傷嘅程度喎，係咪？球員受傷係成本嚟嘅喎，作為一個球隊係咪 ？OK， 不過咧係歡迎討論嘅。OK， 好啦，嚟啦，咁跟住再落去啦。咁譬如話咁啊過去啦，咁啊你而家其實好多Miami Heat就贏咗，即係用六分之微就贏咗 AD 聯隊啦。嗱，我而家咧喺我嘅 NBA 2K 嗰個 game 裏邊咧，Kevin Durant 咧係加盟咗 AD 明星隊，即係 AD 朋友隊嘅。OK， 嗰隊嘢咧難打到撲街 ，OK， 即係 NBA 2K 裏邊啦，即係只 game 裏邊啦 ，OK， 咁啊，但係而家嘅 AD 聯隊咧就即係 AD 朋友隊咧就係、是、都仲係浮浮沉沉啦，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揾再努力啲打上去啦 ，OK， 啊，咁啊其實今個星期咧最誇張嘅情況就當然係呢一場啦，係啦，因為128比110咧就完美擊敗呢個湖人啦。咁啊，其實而家湖人每個星期咧都係帶俾我哋嘅觀眾咧好大嘅娛樂嘅，係啦，即係點樣可以見證到佢一嚟又輸20分，跟住慢慢追翻上嚟啊，又或者明明贏緊50分，最後輸翻出去啊。咁其實咧都喺每一場睇湖人打波咧，都好似一活生生嘅舞台劇咁樣樣嘅，係啦。即係你而家睇湖人打波咧，好即係你個人咧係好舒懷啊，係啊，高處啊未算高，低處未算低，係啊，絕處逢生，即係你人生四大起跌咧，你都能夠喺湖人隊波度睇到。OK， 吹佢唔緊張嘅喎，第一節輸30分，哎呀又贏嘅喎，到最尾啊撲企走街，諗住頭兩節贏30分夠啦，哎呀我又到頭啊輸喎，係啊，好撚好睇嘅，好撚好睇嘅睇湖人。OK， 好啦，嗱咁啊，今日呢場講講啦。嗱呢一場咧就叫做喺嗱數據統計啦，咁啊睇一睇。嗱而家咧，你知唔知 NBA 嘅 app 咧都進步咗啦，連 minutes 咧開始計到咧有少數位後嘅數字噶啦。OK， 好啦，嗱咁啊 long show ball 咁就十分，五個籃板，四個 assist。LeBron James 13分，六個籃板，三個 assist。跟住 Kuzma 20分，六個籃板，四個 assist。OK， 三個 assist， 跟住 Hart 四分，好啦 ，Chandler 兩分，七個籃板，跟住又 Po 教主咁啊，25分，六個籃板，五個 assist。OK， Stephenson， 喂，近排啲雙傻咧，我同佢講，喂 ，Stephenson 打得幾好，雖然我唔係太中意呢個小男子 ，OK， 但係你話佢近排咧啲即係都冇乜派交啊，都叫正正常常唔錯啊 ，OK， 係啦，咁最後就 turn out 咗，就變相就係、是、最後就100。即係80分啦 ，OK。華盛頓巫師啦，哇，犀利啦呢邊。John Wall 40分 carry 啊 ，OK， 40分14個 assist 啊，六個籃板球啊，係將呢個湖人啊狠狠地踩一腳踩進呢個深淵啊，永不復澀嘅地方啊，厲害嘅。嗱，今場好睇嘅係啦，今場好睇咧就唔係在於個拉腳啊，係在於湖人點樣俾人哋撳住嚟打到斷氣咁滯啊 ，OK。嗱。咁啊，你要首先有樣嘢咧，其實我自己想講嘅，今場就除咗其實有贏有輸，
我近排喺度翻睇翻以前咧 NBA 嗰啲嗰幾個屎忽鬼啊，即係 Reggie Miller 嗰啲咧，即係佢哋之前咧佢哋有做一啲 program 就係幾個屎忽鬼，好似 Barkley 啊、O'Neal 啊，跟住Miller 啊、Steve Kerr 啊，佢哋幾個老球壇屎忽鬼。Steve Kerr 嗰陣時仲未接手做湖人，唔係未接手勇士做教練。佢哋即係幾條友坐喺度傾偈講以前嗰啲咧。係啦，嗱咁就係之前就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我自己都覺得好。舊年，我到而家嗱，我覺得失案有幾樣嘢去討論咧，其實我都好冇意義嘅，即係佐敦勁啲定係即係嗰啲即係 Kobe 勁啲，跟住 LeBron 勁啲定係 Jordan 勁啲，乜柒都好，其實我都唔使討論。嗱，阿吳王即係我王 LeBron。他今次已經是叫做 在個歷史上在球場上面是啊第二三次呢被一個正式的攝影機呢拍攬到的就是什麼呢就是放棄其實去年呢就一個好即其實很轟動我的場面的就是講回就是什麼呢就是你其實去到球你知道啊安西教練名句啦是不是就是千祈不要放棄啊，係咪先？放棄啊，球場就即係啲球賽就結束㗎啦，咁樣。咁啊，LeBron當年即係打撚到灰撚曬啦，即係垃圾，即係都有垃圾得滯。咁啊，喺第四節未完啊，就已經同人握手啦，咁樣。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咧，即係當然啦，都既然係心灰意冷咯，咁就即係早走早著啦。其實冇所謂嘅，個人決定。但作為一個頂級的球員咧，其實呢啲放棄萌生了放棄的念頭咧，其實我覺得是有點而不妥當的 OK 嗱，今場對巫師都是咁就係咩啊？你影未完場呀？未完啊，自己入撚咗更衣室啦已經嗱，即係我自己覺得你如果作為一個偉大的球員係啦，或者作為一個能夠名垂千古，即係superstar 和 legend 的分別呢其實就是在於這些的心態的 OK 即如果你見到 Michael Jordan 這樣走呢就不會有現在的 MJ 的傳說的了即這個神沒有這個神、啊、我自己就沒辦法用客觀的即用數據去分析說 LeBron 好一點還是 Jordan 好一點我不懂因為冇收集咁多大數據，我亦都唔會坐喺度無啦啦揾半日走去收集大數據去比較，可能嘅會出條片咯，之後即係都會呃下 like 咯，即係為咗呃 like。但係你淨係講緊，竟然會放棄，其實我覺得喺個層次上面，即係佢要成為神咧，都已經有一段距離，真心。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佢都係放棄咗個比賽啦，係啦，我自己覺得就唔妥當嘅 ，OK， 但係冇辦法，球隊輸咧，咁亦都可能個人心灰意冷嗰一刻真係冇心情啦，咁咪冇心情咯，係咪 ？OK， 好啦，咁啊俾巫師打爆咗，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警號啦。但係成績嚟講咧，湖人咧仍然咧係唔差嘅，係啦，即係至少而家要去到第30場嘅賽事，咁啊仲有餘下仲有52場左右，咁咧你如果保持住而家嘅勢頭去打咧，咁其實我覺得即係都係基本上都係假設咗我史坦一開 game 嘅時候講嘅就係、是。湖人入呢個 playoff 係唔難嘅，咁問題就係去到幾遠啦 ，OK？ 咁除非一直都係咁樣啦，如果唔係都唔使太擔心嘅，我覺得。而家以湖人嘅情況，好唔好？好啦，咁啊，再落，咁啊，而家呢啲亞特蘭大啊，咁啊，卡塔啦，係啦，差六人啦，我阻礙隊咁啊，講一講，食飯睡覺睇史坦 ，Rondo 呢個時代好似唔係好啱佢打 ，double triple double，OK？、Okay?一直傷由得佢啦，OK， 好啦，嗱我七十六人啦，咁啊睇睇個成績先，咁啊純粹打下飛機嘅啫 ，OK，Ben、okay? Simmons 22分11個籃板球14個 assist， 咁啊三雙嘅成績啊十分之恭喜佢啦，24分9個籃板球2個 assist 就 MB， 跟住之後啊布拉等等啊成啊都係穩定發揮啦，咁啊係即係順利攞下咗呢一場嘅勝利嘅，咁啊對住勇士咧，咁其實唔係對住。係啊 ，MJ 傳奇好多，唔係一陣時就唔係話淨係佢退唔退休嘅，亦都唔係因為佢生平事蹟嘅，而係純粹要比較喺場上面嗰個態度咧。我自己到今時今日我都唔認為
LeBron 我自己都唔認為佐敦同埋 Kobe 係會咁樣放棄咯。我自己覺得啊，唔係要黑吾皇嘅粉絲，而係話我唔認為呢兩位神咧係會咁樣離開個球場嘅。我自己覺得唔會。當年的 MJ， 當年的 Kobe 都是會力戰到最尾的一秒，反而他會要求俾我落場，俾我落場，反而不會是換走了你就直接去更衣室咁撚樣。即我自己就很少見到，即係呢兩位神會係咁做嘅。OK， 好嚟啦，咁呢邊啊，咁就我自己啦，就鄧佢哋就即係今年啦，好難捱嘅啊啊嗱，咁Kenny Smith 啊，即係 ESPN 嗰位光頭，即係同以前奧拉祖雲啊拍檔嗰位控球嗰位咁啊，得翻後衞。咁啊，佢自己分享過一句嘅一個講法就係、是：當你咧作為 rookie 嘅時候咧，有陣時咧留咗喺一啲叫做喺一啲叫可能當年實力唔係太好嘅球隊。咁咧你因為你要知道82場咧。其實好一個好痛苦的旅程嚟嘅 ，OK？ 咩意思呢？就是話，喂，你在強隊就話啫，係咪先？有陣時 carry 下，有陣時俾人 carry， 都會成日會同勝利啊，或者 TNT sorry， 會同呢個勝利啊，嗰隻杯啊，即係擦身而過都叫有機會摸一下啊嘛，同隻杯係咪？咁你當你留喺一啲嘅即係弱旅嘅時候咧，你每一次你聯賽嘅82場咧，就是每一日都係輸波。每一次都是輸，可能你會輸十幾場贏一場，十幾場贏一場，跟住贏兩三場又輸翻十幾場咁樣，成個季度咧可能20勝60負咁樣咧。其實作為一個嘅球員咧，留喺呢啲球隊嗰度咧，其實係好大嘅折磨嚟嘅。OK， 好大嘅折磨。OK， 嗱，足球場上邊咧就有句説話嘅，強隊咧就出前鋒，弱隊咧。就出龍門，係嘛？即係講咗幾十年嘅呢啲説話，係咪先？嗱 ，NBA 咧都會有一個嘅説法嘅，就係話咧，強隊咧就會出高質素嘅後衞 ，OK？ 弱隊咧就會出高質素嘅中鋒或者大前鋒嘅 ，OK？ 嗱，我唔知而家呢個嗱呢而家呢個説法咧，就好明顯就喺呢個年代就唔係好妥當啦。因為而家基本上個個都小球戰術咧，其實都冇話邊個強定弱噶啦，射得三分入到波就勁，係咪？咁但係以前嘅 NBA 咧真係咁樣嘅喎，呢啲生態係咁樣嘅喎。OK， 嗱，咁作為而家叫騎士啦，即係又炒咗個教練啊，巴拉巴拉咁樣，個球隊面對住呢個嘅問題咧，其實而家佢以佢積弱嘅方面咧，佢係 number one 嘅啦。你要他捱過呢個 season 再落去改革咧，我同你講咧 ，LeBron 嘅王朝完咗之後咧，而家騎士啊，或者好似而家太陽嘅情況咧，除非你遇到一個大刀闊斧嘅，好似今年湖人咁樣，所有高層都一致通過要大刀闊斧去改革，跟住咧就重新執過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一隊球隊嘅重建咧，其實你喺 NBA 嘅球場上面咧，你冇一個5至8年咧，你都唔撚使諗噶啦。你睇下公牛、爵士，係咪？你冇翻一個10年咧，你係搞唔到嗱。所以我係其實咧，我自己都等呢班即係新人，唔好話新人啦，即係而家殘留喺呢個騎士嘅兄弟咁啊。可能有啲人為咗人工，有啲人為咗打工，有啲人為咗爭一啖氣嘅話咧，其實咧呢啲弱隊咧係真係需要。需要好好表現的時候就盡量好表現去看。有陣時睇呢啲弱旅咧，或者叫即係喺一個 game 好明顯就係魚腩，依個 season 係魚腩嘅。有陣時咧，你有一兩場咧，你會見到咧嗰啲球員咧打得好積極啊，好有火啊咁樣咧，感覺上咧就好似唔得，我唔可以再輸啊咁啊。的而且確咧，有陣時會遇到一兩場好波啊。係啊，即係你見到日突然間有兩條有 carry 咁樣咧，即係好似 jam 好似練 sanity 咁樣，跟住突然間有條咧點樣射都入啊咁啊！呢啲波其實幾好睇嘅，但係你有陣時作為觀眾，你好難場場佈住啊嘛，係咪先？如果場場佈住啊，都係佈火箭啦，係咪先？佈湖人啦咁樣啦。OK， 好啦，如果係咁樣，曼聯強隊定弱隊？哦，你問 GM 啦，係啦 ，GM 到咗啦。OK， 好冇？佢有出迪基亞。
又出馬迪爾，重機人唔係佢出嘅，佢買翻嚟嘅啫。OK， 重建球隊係長途出，係啊，冇錯啊。咁即係我希望即係而家嘅騎士啦，可以振作啦，係啦。咁啊，但係亦都冇辦法㗎啦。喺呢個歷，即係呢個時間嘅紅潮上邊咧，你係需要多啲嘅情況㗎啦。即係唔係多啲情況，多啲體諒同包容咯，係啊。因為咧，你要知道有到而家都係嘅，到而家都係真心。唔好話亞洲區啊，其實美國本身都有好多勝利球迷嘅。咩叫勝利球迷呢？就是有 Jordan 咪睇咯，有 Jordan 咪中意公牛咯，冇 Jordan 咪唔中意公牛咯，明唔明啊？即係咁樣噶嘛。有幾多個係真係會即係 die hard 一個球會啊嘅粉絲啊？係咪？其實真係好少啊，因為而家你越來越個觀賞性或者個娛樂性越來越高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以 NBA 嘅球，即係 NBA 嘅球隊，對於佢哋嚟講係消遣娛樂嘅一個節目。OK， 嗱，我認真喎，我真係認真咁講喎。你話如果要相比起球隊嘅愛咧，足球咧係即係啲人咧，足球對於球隊嘅愛咧係瘋狂啲同堅持啲嘅。係喎，真心喎，即係客觀嚟比較，係啊，即係佢哋可以，佢哋真係可以一世 AC， 一世 AC， 咁啊，將所有 AC 嘅嘢咧，都係即係就算 AC 點撚樣變都好咧，佢都仍然會 die hard to AC 咁樣嘅喎，係啦，嗱，當日立邦王朝係咪先？跟住立邦走嘅大撚把人啦，係咪先？立邦去咗買咩 hit 咪中意買咩 hit 咯，係咪先？翻嚟騎士咪中意騎士咯，而家去湖人咪去湖人咯，係咪先？你見到嘅，淨係計賣飛你都知道啦，係咪先？當年公牛一樣有咁嘅情況嘅，係咪先？當年公牛阿 Jordan 再即係99年後再一次退休嘅時候，如果唔係因為99年啊預售曬00年嘅門票啊，00年啊食撚咗屎啦，係咪先？明唔明啊？好在之後有個 D Rose， 咁啊 D Rose 都叫做喺可觀性同埋喺嗰個叫做喺球會嘅歷史上咧，都站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但係可惜啦，即係呢個傷患問題啦，最後佢都唔能夠喺公牛創一番事業，咁啊好可惜嘅。OK， 好，咁好，咁好似 NYK 好似廢咗十幾日，即係你講 New York Knicks 係嘛 ？OK， 勇士咪好嘢咯 ，Curry、K、Tom、J、J 六。全部都選手唔合，七十六人都執咗好多，係啊，七十六人執咗好多年㗎啦，執咗好撚多年啊，七十六人 ，OK， 早幾係啊，冇錯，喺帝王呢個點樣重建咁多年都係㗎，唔係啊，總有時間嘅帝王，係啊，帝王有時間嘅 ，OK， 因為佢冇乜壓力啊嘛，佢又冇啲 superstar 喺度，坦白講認真係咪？好嗱，GM 係咪 OK 啦？係咪得啦？OK 啦，好啦，咁啊 GM 今日到咗啦，咁啊留多少少時間俾 GM 去同大家講下波。嗱，咁應該翻嚟咧就今晚會打 Hitman 嘅，係啦，今日打 Hitman 嘅，咁啊 D 波啦翻嚟之後咧冇行開，今日打 Hitman， 拜拜。